好，我是李东西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冰雪奇缘》。说起花样滑冰的历史，1772年罗伯特·琼斯撰写的《乐滑冰》在伦敦出版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花样滑冰的著作。当时举行的花样滑冰比赛是所谓的英式风格，古板又正式，和现代的花样滑冰相去甚远。1850年，爱德华·布什内尔发明了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，彻底改变了滑冰技术。1863年，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·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，实现了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，他因此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。关注我们，一起来了解更多冬季项目的知识吧！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，期待花样滑冰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。